各位弟兄姐妹，大家主里平安。我们呢这几天那个全世界的焦点都在我们台湾。那有一首诗歌要和大家一起分享哈。你信实和广大，这是一首很美的诗歌。这首诗歌呢，其实应该说一部分的歌词是改字或者是从这个耶利米哀歌第三章拿出来的哈。那诗歌的歌词谈上帝的信实何等的广大哈，圣天父真神永远不离弃爱你的人。那在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好，耶利米哀歌的第三章哈，经文这样说：你使我远离贫安，我忘记好处，我就说我的力量衰败，我在耶和华那里毫无指望。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如阴沉和苦胆的困苦窘迫，我心想念这些，就在里面忧闷，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我们可以从经文的这个表述里头很清楚地看到，耶利米他面对整个王国的困局哈，心里面有很大的痛苦。你可以了解在耶利米一生服事的年日里，他是很乌鸦的一个先知哈，他一直叫犹太人投降，这个是一个投降主义者，好，就是一直叫他们你们不要再抵抗巴比伦了，不要再用埃及的力量在国际的合纵连横上要抵抗巴比伦。所以对于当时候的政治人物来说，耶利米是一个政治非常不正确的人。当我们很努力的在抵抗巴比伦，找南方埃及的力量来支持我们的时候，你怎么会跳出来说要向巴比伦投降？也因此耶利米一生的遭遇是很悲惨的，好，就是被打，然后被假先知控告，然后被丢到井里面，然后很少很少的食物喂给他吃。耶利米的日子很苦，不只是这样，最终他真的见证到他所说犹大国会亡国，然后他也亲眼见证到一波又一波的年轻人精英老人家没有被抓，老人家是没有用的，对当时的巴比伦来说就留在耶路撒冷。他见证的圣殿被毁，见证着领袖被抓，然后他也是属于老人家，对巴比伦无用的，所以他就留在耶路撒冷。我们会看到耶利米的生命，他就在这种痛苦里面在面对着信仰带给他的盼望。二十二节耶利米说，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在非常痛苦的时候，耶利米说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其实准确的翻译是你的信实，你的信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那我们来用这首诗歌你信实和广大来一起敬拜哈。那可能会需要请同工播放那个 YouTube 的诗歌哈。OK， 我们的诗情确诊好像是这样。好，我们可以跟着那个YouTube 的这个一起来唱或者是默想哈。有吗？同工可以从后面转接那个 YouTube 的诗歌，刚刚就一直播放的那个诗歌，这样好。它一共有三节的歌词。好，你信实和广大，圣天父真神，你永远不离弃爱你的神，你永世不改变，满有怜悯恩，昔在今在永在，我主我神。好，副歌是你信实和广大，你信实和广大清晨父清晨，主爱日更新，我一切所需用你都已预备，你信实和广大显在我身。这首诗歌我
第一次觉得很感动是在新加坡神学院唱的时候，因为唱这首诗歌，我前方的那个同学弟弟浩啊，我熊海来，我们陈家公一直在浩上啊。结束之后，我就问这个同班同学说啊，为什么唱一首歌你要哭成这样？他说，因为他从小到大都没有能够像这样子大声唱诗歌，而且神学院还有管风琴啊，电子管风琴。他说，我们那种家庭教会都只能偷偷唱，没有办法唱这么大声，还有这么好的乐器。然后这首诗歌讲到神的信实啊，他觉得心里面很感动。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我生我天父，你是神啊。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你看见耶利米的眼泪，他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从井底仰望天上的星和月亮，他心里面一定觉得很难过很痛苦，为他已经从你领受说出的预言遭受的苦难感到痛苦，为他的百姓
仍然没有办法领受上帝的说话而感到痛苦。主，这个痛苦是你放在耶利米一生当中没有拿走，也允许他就在那里痛苦。但上帝，你却用你的信实，用你真正的同在，让耶利米看见，原来在这个痛苦里，我仍然可以有盼望，原来在这个痛苦中，我仍然可以以耶和华为我杯中的份。主啊，我们都在一个变动的大时代，或是左或是右，有非常多不能在我们自己的手中做计划的。我们因为在你的手中，所以我们知道上帝，你是我们唯一的盼望。愿你帮助我们在一个无法明确的无法自己决定的困局里，我们能够感谢天父使我们成为台湾人，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处境中见证上帝的信实。我们为今天要一同思想的路德记，要一同思想的苦难，要一同思想你如何与拿俄米同在，你也必然与我们今天每一个弟兄姐妹同在。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在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一起思想的这一段经文哈，是路德记的第一章，紧接着要进到第二章。那在这个经文的一开始，我刚刚稍微谈了一下耶利米的生命经历啊。因为这几天的演习啊，在来的路上还在听这一期商周有一篇挺有趣的文章，在讲万一应该不会，但万一真的发生战争，你该准备什么？在战争前、战争中跟战争后，挺有趣。那我觉得这篇文章写得挺好哈，就是一整个叫你别惊的，对吧？不要把好莱坞的剧本跟电影场景看到的东西，天真的以为会发生在台湾这样哈。那就在讲每一个小小的细节啊，那个大概会发生什么哈？那不要自己吓自己哈。原来这个过程政府会怎样？然后中间你应该会发生什么？如果战事进行到什么阶段的话，应该会怎么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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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就是听了大概就挺安心的哈。就是说，即便怎么样也不会怎么样。好，但问题就是真的应该怎么样呢？就是以台湾的处境来说，大的事、小的事、风吹草动的事，好像都会是一个全球的事。理论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身份，政治身份、经济身份、文化身份跟信仰身份。理论上，我们的信仰身份应该是最重要的。但有趣的是，在真的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信仰可能变成四分之一。那也有可能更不幸的是，政治身份理论上信仰身份应该 cover 全部啊，不过真的在实况里面啊，会出现这个情形。什么情形呢？这个 PPT 这一章是我去年带一个美国的一个 ABC 教育大会，总之就是一个年度的一个神学论坛，然后我负责一个 workshop， 我那个 workshop 里面的 70% 的学员都是中国大陆的学生。那我们在谈 identity self identity 这件事情，谈身份认同这件事情。那我就举一个例子啊，我说那时候我在新神读书的时候，新加坡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刚好李登辉总统要选，那个时候不是发生那个飞弹危机吗？然后发生飞弹危机呢，我们那些台湾团契的同学就在学校有一个教室进食祷告，那门口呢就站了一排中国同学啊，那我们在那里进食祷告出来哈，就是那群中国同学就带着一种拍摄让你们害怕、让你们吓到的那种愧疚的表情，好，跟我们矮沙子这样。然后我们就在那个教室的门口就这样聊天聊天，忽然间不知道哪个同学，天津来的同学，其实他也不是准确的天津，只是在天津出生长大之后就跑去澳洲了，然后从澳洲跑到新加坡读神学。那天津同学呢就没破掉啊，那样忽然间就发飙了，就是说，如果台独就要打这样哈，
我想问起几顶台湾同学最接近台独的，恐怕只有我从长老教会来这样哈。啊，我们其他同学都是国语教会背景，才会去跑去读新神，怎么会忽然间出现那个只要台独就会打？但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基督徒的身份其实没什么重要，对他来说，就是你明明好像潘神好像共产党吓到你们，然后那个党国教育啊，可以内化到这么强烈，就是。台湾是我们的一部分，然后到这种地步会是说，如果台独我们就要打。他说哇，原来耶稣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要爱你的仇敌，一旦遇到了政治的这种意识形态的时候，基督徒可以毫无挣扎的余地，立刻就妥协。那我也记得有几年我都到这个巴黎的华人的神学院教课，然后大部分的学生是温州人。那有一次接待我的温州家庭就在跟我聊天，就说你可以跟你们那个蔡英文讲哦，不要一直买美国的武器嘛，你把那个武器留下来发展一点教育不是很好吗？那我就会跟这个弟兄说，这也是因为那个习大大哈，常常就是会用那个武器对着台湾嘛。那他是对着台湾，当然是因为担心你们独立，所以我们会对着你们这样哈。你会发现一整个很有趣的那个鬼打墙的对话就会发生哈，就在那里。那我们都笑笑的聊哈，但是你可以了解，这些根本讨厌共产党的人，都已经离开中国的人，还是仍然没有办法放掉一种中国国族主义的迷思哈。你都已经那么讨厌中国，你才跑出来，好，跑到澳洲，跑到法国，跑到各个地方。可是呢，对祖国的情怀，哈，那这件事情其实挺有趣的。我们在读路德记，你想想那些，以利米勒带着他的太太，两个儿子，离开伯利恒，他其实就是做移民的决定，他移到摩押，然后他们又从摩押，其实他们也没有他们啊，就都死完了，剩下。那个拿米就无奈的从摩押地回到伯利恒。我们在整个历史的变化动荡的过程当中，其实会看到圣经巧妙的在处理 self identity， 我们的身份认同这件事情。到底我们怎么看身份认同？如果你敏锐的话，你会发现耶稣基督的家谱马太福音第一章，他就是不断的在打那个身份认同的脸，打到很肿，你知道吗？就是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以种族主义来说，就是只有两个字，叫做杂种。你懂意思吗？因为耶稣的祖先啊，很多外族人，有吗？耶稣的祖先，我们看到的这个波阿斯娶的路德，她就是典型的摩押女子啊。更不要说还有其他的，譬如说这个妓女拉合，对吧？她也是在迦南地的女子啊。还有犹大所娶的他玛，她也是外族的女性。所以整个圣经里面就是在不断的冲击着，如果我们在追求的是一种种族的绝对，是一种以这种种族的角度来建立我的身份认同，那他应当降服在耶稣基督救恩的眼光里面，因为救恩就是要带来许许多多这种无谓的错误的身份认同。因为我们唯一能够知道的身份就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于是全世界的人不再分你是哪一族的人，我们全都是罪人一族的人，好，亏缺了神的荣耀。坦白说，从历史的后方回过头去看，都是云淡风轻，就是说来很简单，什么一路上滴满了脂油，这种句子大概都是年老的时候回过头跟阿孙啊在开杠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这样说。可是我们年轻或曾经走过的过程肯定是非常繁琐痛苦跟煎熬的。当然我们今天在路德记里面也是会沿着这三个脉络，希望有足够的时间来进行这三件事情。好，那么在经文的叙事层次里面我们会看到什么？
拿米对两个儿妇，这是第一章，沿着上一个月我们谈到的，他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明显这两个儿妇是有妇德，这两个儿妇是有怜悯的心肠的人。好，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这两个曾经是拿俄米的媳妇，已经得到了权柄婆婆的祝福，让他们没有亏欠的可以离开。于是拿俄米与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而哭。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经历，对这三个女性来说，因为她们全部都失去了能够依靠的丈夫。她们全部都失去了能够依靠的丈夫。就这三个支持群体而言，当然最痛苦的是拿俄米，因为她失去的不只是丈夫，还包括了两个儿子。但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两个儿妇第一时间的反应是说，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本国去。这里面的身份出现了非常多层的论辩哈。第一个身份是作为女儿，因为她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就登记令爸爸妈妈来处，回你娘家去，所以明显的在这个地方会有一种亲家哈，我对不起您哈，安内阿温的好生卡无好气哈，所以。第一个身份是婆媳的身份，第二个身份呢，你发现它会是耶和华与非耶和华拣选族类的身份，就是愿耶和华恩待你们。所以我们在这里作为一个犹太背景的人，作为一个以色列人，你们作为一个非以色列人摩押人，在第二重身份，有耶和华与没有耶和华的身份。然后到接下来我们会看见这三个女性多重身份之间，要面对第十节，这两个媳妇或者是已经是平行线了，就两个媳妇对这个婆婆说，没有，我决定要放下我的身份，原来的身份，要去你那边做你那一国的人。那这是一个叙事性的哀歌，我们从拿俄米的眼光会看到，这两个儿妇会想要跟我回我的母国，做我这一国的人，可是我的人生有什么好被羡慕的，我的国如果很好，我就不会来到这里。因为拿俄米的一生就是忙着移民，忙着到摩押地要安顿，然后安顿没多久又要忙着办先生的告别式，完了又要忙着两个儿子要娶媳妇，然后忙完了这一单之后，又要忙着帮这两个儿子找墓地。就是作为一个太太，作为一个妈妈，大概很少有人的痛苦像他一样这么痛苦，就是他的痛苦是全餐来的，就他的痛苦就是全部，而且忙到后面是一头空的，如果我跟我的先生一起移民，然后我们孩子出人头地，那也就算了，我们移民的结果是一无所有，哪有这种移民的，我们都是往好的地方去，往有盼望的地方走，怎么会这个移动的结果会带来这么大的悲哀？所以这忙了一圈所谓何来，一身是伤的拿俄米竟然在这个时候有两个女性说，我愿意跟你回到你的母国，我愿意跟你回到你人生剧本一开始的地方，我的剧本已经没有什么好羡慕了，你干嘛跟我？但这两个人说，我要跟你回到你一开始写你人生剧本的地方。当然我们知道后面只有一个路得回去，但至少第一时间这两个人都愿意。那我们接着看到第二章，第一章他们好像在一个极度的哀伤当中，这个婆媳两个人拿俄米和路得擦干了眼泪，然后上路，可能为了不让对方太难过触景伤情，两个人可能都撇头过去，偷偷的流泪不让对方知道。来到了第二章，如果你用舞台剧的概念，这是一个非常特别，路德记，也有用戏剧理论来看路德记，它是完整的四幕，当然路德记第一章它又可以分了好几幕，不只有一幕这样。但如果路德记的第二章就是第一章结束，然后灯关了，然后幕关起来，
你可以想象第一节应该是旁白，或者是幕拉开来之后灯还没有亮，旁白说，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中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是个大财主。讲完了之后啪灯打开来啊，或者是人慢慢走出来。摩押女子路德对拿俄米说，好，你就可以看到一个女性的声音了，容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请注意这个第二节的路德和拿俄米在对话之前，我刚刚讲了，就用想象力哈，灯是关的，然后幕不管开了或没有开哈，他这个 OS 旁白是在帮助接下来要看第二幕的所有观众知道，你忽然间有一个像导演或剧作家一样的全观，只是当事者还不知道，就是这两个婆媳哈，拿俄米跟路德，他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但旁白已经告诉你，接下来他们要踏入的这一块地是一个大财主的地，叫波阿斯。为什么圣经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表达？坦白说，这是我们今天在读圣经一个很蒙福的地方。我不知道你小时候有没有玩过一个游戏哈，就是那种卷卷卷卷卷卷卷，然后你画好几条线有没有？然后呢，你把它卷起来之后给人家玩，然后这样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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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哎，两糖果两颗，猴子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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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屁股一下这样哈。那基督徒在玩这种卷卷卷卷卷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作弊，可以作弊是对大部分的人而言，他们是不知道结果，然后一直来到了分叉点做选择，来到了分叉点做选择这样。可是对基督徒来说，我们是知道结果，我们是知道结果，然后在人生的过程当中做选择。我再说，我们是知道结果的，然后在人生的过程当中做选择，这是圣经启示的目的。如果你做一个基督徒，我们是一个惶惶不可终日的基督徒，那是因为你没读圣经。你说没啦，不是我读圣经读来读去，也不知道当时台积电爱买还是卖买，我读几半波也不好啊，每次都卖在低点，买在高点这样。假设是好，其实圣经在告诉我们的是神与过程同行，然后那个结果，耶稣说早上进葡萄园跟傍晚进葡萄园的都怎样，都是一样的，好，就是那个一块的。那重点不是一块，重点是你可以进葡萄园啊，重点是我知道那个结果。如果我知道那个结果，好了，我们这个过程会坎坷，会崎岖，会有像拿俄米这么惨，好不好？就先生死了，孩子死了，财产没了，什么东西都没了，惨到像他这样。但圣经的每一次阅读都告诉你，你知道吗？那个结果在那里。会有很多的人他们走在这套旅程，好，就是结果在那里啊。譬如说我们这当中今天拉低我们平均年龄的好像是有两个年轻弟兄这样嘛，好，这个不好意思我忘记你的名字哈，俊佑，俊佑，你国中的时候知道你现在会在这个研究所吗？应该不知道，什么应该不知道嘛，哈，就是虽然你知道你自己很聪明，但你不知道真的会到那个研究所去读书。哎，我们的人生其实是不会知道十年后的你或二十年后的你会在哪里， OK， 你是不知道的。可是如果我们今天透过圣经的阅读，我们每一天活在一个很大的焦虑，好，比如说这段时间我常常就会接到那些东南亚的好朋友用 WhatsApp 关心我，信德还好吗？这样还好吗？快要打起来了，我们一直在为你们祷告这样。我又不好意思跟他们说，我们都在那个台湾人都马照跑舞照跳呢。好，就这样，人家已经认真祷告了，我还在跟他说马照跑舞照跳，就有点让他们觉得啊，我觉得基督上这样，因为他们看到的讯息基本上大概都是人民解放军放出来的讯息嘛，大概是这样，他们没有三立跟民视可以看嘛。OK， 然后他们看的担心的都是死了死了，完了完了，台湾要沉下去，然后这一封锁下去，大概你们就完蛋了这样之类的。我们作为在暴风点的最中心，不管是台湾的暴风点或是我们人生的风暴啊，各样的事情没有一个人能知道，当然包含基督徒
我们不会知道到底三天后三年后的台湾会是一个怎么样的光景，我们不会知道的。可是我们会知道一件事，是那个会知道，是第二章第一节的会知道，让我们不论现在在路德记的第一章或现在在路德记的第二章情势还没有明朗，我们的心都跟别人不太一样。我们可以很淡定的在被掳的群体中一路从耶路撒冷这样走走走走走走到巴比伦去，因为我们曾经听过有一个先知叫耶利米，他说当70年后你们会归回。就是没有耶利米的或不相信耶利米的，一直说是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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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去到我们在安娜我后一代死在巴比伦啊，我们到巴比伦之后我是要转行做什么工作，很多人都转行了你知道吗？最典型转行的是利未人转行，因为到巴比伦没有圣殿可以给你献祭了，好，所以你可能会在师大夜市看到我跟红衣在卖炸鸡排，这样就没有教会，没有牧师服可以穿的，就叫人家是博士鸡排，我们是牧师鸡排，这样哈，就是我们被抓到巴比伦，没教会啊，没庙啊，好，没有圣殿了，所以利未人搞什么呢？不需要你们敬拜赞美了，哈，不需要你们这个搞献祭的工作，你只好转行啊，你只好转行。如果有耶利米的启示，你放在心中。你知道70年后必然回来，是的，我没有办法缩短这70年，我也没有办法让犹大国不灭亡，这些都按照圣经按照先知的预言它都会发生。可是不要忘了，这个预言的本质是指向 the faithfulness of God， 上帝的信实，这个审判的过程要指向上帝的保守和同在。就是再考试一下君友，你知道10年后你会在哪一间股票上柜上市公司工作吗？啊，你会知道10年后你年薪是1000万台币还是3000万美金吗？不知道，你宁可不要3000万美金是吧？好 ，OK， 好，可是不会知道的啦。他也不知道他的专业10年后还会不会是最抢手的专业。你懂，我们不会知道，因为世界变化太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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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好，那我们期待是，你也期待是。但是产业的变化，很多很多的变化不会在我们的手中，这样子可能我们会有一个趋势，可以看到某一个趋势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却没有办法掌握那个趋势最终会怎么。没有人想到现在那个 Intel 它会后有追兵到这种程度，因为没有人想到 Intel 它会惨到现在这样的状况，时不时要跟台积电呛下一下。它本来是老大中的老大，这样每一台电脑以前的年代都是 Intel 在里面嘛，对不对？现在它不代表绝对或特别怎么样，没有人可以事前知道。但感谢主，只要你成为基督徒的一天，你永远都是可以，不要就作弊，这个太负面了，你永远都是那个已经先剧透的，也就是已经知道那个结果了啦。好，那我们继续看他们在不知道结果的过程中，路德和拿俄米的对话。路德跟拿俄米说，容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你看当事者不知道，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但第一节已经剧透了，说他会蒙波阿斯的恩。拿俄米说，女儿啊，你只管去。这个你只管去的中文是很有礼貌的，或者是很，但如果更直述的表达，你去吧，好，你去吧。你也不要觉得女儿啊这个词的翻译好像是很温暖的，坦白说那是一种，等一下我们会看到，是一种已经很绝望了，不力的气啊，我也没有办法。好，在第一节和第二节里面给了我们一个很特别的经文图像，叫做在未知的已知。就路德和拿俄米来说，他们面对的是未知。就观看圣经路德记第二章或第二幕的我们来说，我们已知，我们知道，好，他们即将要在波阿斯的恩典中经历他们的未知。好，那么这是一个回溯性的生命经历。好，我就要邀请一个姐妹，你们知道她是谁吗？啊，那个背对大家那个，有两个狗仔队在拍她的。啊，不知道他是谁哦，他很有名，就两个狗仔队在他的身后一直拍照。
好，我们请那个被狗仔队拍的那个姐妹出来一下，我们要跟她聊一聊她的生命经历这样。好，因为她被狗仔队拍的时候，我也在狗仔队身后，我们上个礼拜去浮潜，好，然后那个还去泛舟，不过我们浮潜的时候秀慧姐有去啊，泛舟的时候你就没有下去晒太阳了这样。好，我们要请跟秀慧姐聊聊天啊。好，因为你坐得很近，那我就来戴口罩。好，他开了之后要等三秒钟，所以他开了之后你等他三秒钟就会有声音这样子。好的，你的生命故事一定可以直接讲到下午两点钟这样了，但是我们那个录影的长度可能没有那么好。 OK， 我们用短短的时间十分钟跟你有一个对话，主要就是说因为你现在的人生很有机会是往回头看，好，往回头看这样子。好，那你在年轻的时候一定面对的很多的未知，那在年轻对女性来说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大概就是结婚生小孩啊，这个故事的发展。那在你年轻的时候，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怎么去面对你的结婚生小孩的这个未知啊，那个过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OK， 因为我的原生家庭，因为父母都是受日本教育，然后在十岁的时候妈就生病，一直到我十七岁的时候她过世，所以呢一直人就可以说我们家是属于从来没有所谓什么少女情怀总是诗的那个时代，因为那个时候呢是一直在照顾妈妈的时代，所以我们家六个小孩呢是五个是相亲的。那么在我二十八岁那一年，我也是相亲。那我还记得故事的开始时其实是蛮有意思的，是那个已经介绍的那个媒人，有一天我正要出门，那介绍那个媒人就打电话来，那电话是我爸接的，那我爸接的电话就说，哎，人家牧师娘在问你，说你什么时候要去相亲。那我不晓得从哪里来的一个回答，我居然回答我爸说，啊，你也没有问人家爸爸是谁是做什么的，你就叫我去相亲。然后呢我也没有想到我爸呢居然就顺着我的话就问那个媒人，然后呢我就接下来我就听到我爸爸的一句话是，哦，考就给定了，哦，我爸爸五村。我心里想我完了，我怎么去问人家的父亲呢？不是应该要去问那个年轻人是什么吗？啊，结果然后我就匆匆忙忙就出去了。那回到家的时候我就看到我爸很高兴，原来呢他跟这位年轻人的父亲呢是从小就认识，他们两个差八岁。然后呢他在我以后的公公啊，他在我公公读小学的时候他们就认识了。我也觉得很有意思啊，在那个基隆国小那么大的学校，那我爸当他八岁，我爸那时候是当工读生啊，怎么会认识一个小学生呢？然后 OK 好之后呢我爸就很高兴了，因为这个对方的父亲他知道。所以呢我还记得相亲是5月30号，那天刚好是端午节，然后呢就找了一个地方，我爸带我去，然后对方呢那个爸爸带他去，然后两个年轻的坐在那边相亲，两个老的在旁边聊聊，就很高兴。那其实这样子的我跟那个交往其实没有多久，因为到9月份当我回淡江中学的时候，有一天回来我爸就说，哎，对方的家庭说要提亲，你觉得怎么样呢？我心里想拜托啊，认识才两三个月八字都没一撇，还怎么要提亲？那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就没有回复我爸。可是呢过了一个礼拜，我爸又说他们对方说提亲要暂缓，因为呢扣丢了要去开刀。我心里想，哎，这个那天相亲的时候看起来还是很好啊，那我也
没有听到这个年轻人说他爸爸身体有什么不好啊，怎么说要在提亲的这个节骨眼又要去开刀？所以呢，我心里说老实话，我是犯嘀咕。我心里想，提亲呢是喜事，开刀呢是不好，那怎么会在这种时候有这种事情？所以在那一个礼拜，因为他我爸爸就跟我说啊，人要讲亲情吼，啊，所以吼，你先去讲探望啦，人家开刀之前去探望，那我等开刀完之后，我再去拜访什么啊？所以呢，那个礼拜我就约好是礼拜六，因为我那时候在淡江中学教书，所以一个礼拜回来一次。在那个礼拜，我自己跟神做了一个祷告，我说主啊，我不知道这个婚姻是什么样啊，我只能求靠你。我相信你会给我一个征兆，因为呢，我真的是不知道这个是好还是坏。然后，这是我跟上帝之间的一个对谈，没有人知道。那么到了礼拜六的时候呢，我就从淡水呢坐直达车回到那个北门。那就是我未来的先生就站在那边等啊，因为那时候我公公已经在台大医院住院了，他是因为肾结石，那个石头呢已经那个跑到那个输尿管那边，所以呢他上厕所呢非常的痛，因为那个石头比他的那个管口呢还大，所以一定要开刀取出，所以呢他就住院，是因为他肾结石必须要开刀的原因。那礼拜六我从淡水坐车回到台北，那他在那边等我，那我们就要到台大医院，那照着所约定的到台大医院要去拜，要去看探望他。结果呢到台大医院的时候，我就看到我公公很高兴的说了，原来呢在前一天晚上，也就是说礼拜五晚上，他就到隔壁床的说，机关哦，那个肾结石的人有时候喝啤酒呢是可以把那个石头排出来的，所以他就在前一天的晚上他就喝了两瓶不是罐装的，就是瓶装的啤酒，然后一直忍到星期六早上，忍无可忍的时候呢，他就拿了一个那个明烫面盆，然后就排尿，就一排就听到一个声音，乒乓有声，所以呢他很高兴，他拿给医生看，医生跟他说哇啊，你这石头已经跑出来了，所以你不用开刀了，你可以出院了。所以当我去看他的时候，他看到我们进去病房的时候，第一句话他是拿了那个石头，然后他讲了一句话，他说神迹。这个对我来讲实在是非常大的一个冲击啊！我心里想什么神迹啊，根本就是一个答案，就是一个上帝说这样就是这样。所以为了这个，所以很快，其实你看九月份有几个礼拜六，我是九月二十八号订婚的，所以呢就订婚了。因为可是说老实话，在我的内心里面我并没有一个很大的准备跟那个，我星期一回到学校的时候，也就九月三十回到学校的时候，刚好我值周，我就觉得我头好晕，我就觉得啊，我自己必须要去面对上帝来处理这件事情。所以呢在午休的时候，我回到宿舍，我关上房门，我跪下来跟神说，神啊，如果这是你的意思的话，我顺服。然后我起来，我的音讯就不见了，所以呢很快的就进入到一个婚姻的家庭，可以说是进入到一个陌生的家庭，嫁给一个陌生的人。因为我结婚的时候是三代，我们家是三代同堂，孩子生下来四代同堂之后呢，为了孩子的成长，我公公也希望我把学校的工作辞掉，他说你不要教会了，教好了其他的孩子，你自己的孩子失落怎么办？所以呢就回到这个大家庭当中。那我们家有三个女人，这四代里面有三个女人，每一个女人代表一代，
所以呢是充满了刺激，充满了很有意思的。如果说现在讲起来很简单了、啊，但那时候一定很困难。对，如果说今天呢，我能够嘻嘻哈哈坐在这边，眼界也开了，心也开了，而且觉得自由度很大的话，我会说主啊，感谢你让我有这一段的经历。不过，那你现在从现在回过头去，你这样结婚几年了？42年。你回过头去看这42年的旅程啊，你觉得最适合形容的，你会想到哪一个人物或哪一段经文来回望这42年的婚姻家庭生活？这42年的婚姻生活，当然有苦也有乐、啊、然后很气得要死的时候，我会去质疑上帝说，啊，这就是你为我安排的。然后当然这个疑问会一直不断的去产生出来，因为说老实话，我跟我先生的个性叫做南辕北辙，对。然后呢，但是要在这个当中呢，生存下去，我觉得神真的叫做一路带领，一路带领。好，谢谢修慧姐的分享，我给她一点鼓励好吗 ？OK， 谢谢修慧姐。其实我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或多或少或长或短的生命故事了。好，就是生命故事看你要从哪个角度谈。那一个家族里面有三个女性，一个女性代表一个家族，这个光是从剧本想大概就可以写出很多非常有戏剧性的这个的梗。现在谈起来，我们一开始说人生回望都是云淡风轻的，可是那个过程里面我相信一定会有一些夜晚是以泪洗面的。好，这是很真实的。而当我们在看路德记的时候，其实我们一定也会有非常多心里面的嘀咕。你看路德很简单，就是第二章波阿斯就跑出来，但是很抱歉，谁是台湾的波阿斯？谁是我们人生的波阿斯？好，你看别人的故事中啊，恐怕干单啊，但是当自己在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但是干单不是亲像戆人想像你干单的，就复杂的哈。那圣经的波阿斯出现的这么明白，但我们人生的波阿斯似乎没有那么容易能够寻获哈。看看波阿斯，看看他跟路德的会遇，第三节，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里。经文在这里再一次的出现，第二章又把第一章的以利米勒这个人物带到了第二章。他刚刚好到了他公公以利米勒那一族的人波阿斯的那块田里。好，请注意第四节说，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明显的他去这个田里面工作的那个空间，可以是一另外一个城，二伯利恒周围外围的这个田地。波阿斯从他住的地方出来，对收割的人说，这句话说得很温和，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这是一个带出上帝同在记号的这个老板哈。你可以说这有点像基督徒遇到龙啊跪对方公平安平安平安，好，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但你要看接下来他们也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这个是一个犹太传统里面彼此问候的。但紧接着有趣的是第五节，波阿斯就问监管收割的仆人说，那是谁家的女子？那是谁家的女孩子？好，刚刚我们听到修慧姐在分享，其实不只是修慧姐，我相信很多大概在修慧姐这个年代的人是相亲结婚的，好，这个比例是高的。OK， 那在那个更不要说在波阿斯的年代，好，那波阿斯就问那个监管收割的仆人说，那是谁家的女子？这句话是有重要的意涵的，好，因为这一句话他只有两种回答。第一个回答呢，就是说那他的爸爸是谁，第二种回答就是他的先生是谁。
如果他的仆人回答的是他的爸爸是谁，意思是他是单身的；如果他的仆人回答说他的先生是谁，就表示他已婚了。好，所以波阿斯的这一句话充分地表现出他对于路德高度的善意，或者是他很想认识他。他的仆人呢，也是眼睛皮有点暗的，就是状况内的内行人，所以他的仆人就会很清楚地按照老大希望听到的回答老大。好，我们说路德乱入了波阿斯的日常，波阿斯是一个做事情就盯紧的人，处理事情你如果看接下来他要处理的事情，你知道说这个人做事情是有节奏、有办法、有谋略的人。好，也因此他的谈话短短经文出现的这些句子都提供了足够的线索，也是圣经的启示，让我们拼凑出波阿斯的容貌到底是怎样。那么当然仆人就很具体的回答波阿斯了，他是摩押女子等等等等等，这个背景就交代的一清二楚，让波阿斯可以知道到底这个女子是谁，我有没有机会，有机会还是没有机会。但是我们今天呢，在这个脉络里，我们是用门徒训练的角度跟大家一起来思考路德记。那我知道以大家的教会生活而言，因为过去这一年多来我在伯总的服事，我们用这个门徒训练的角度来看圣经哈，不只是在台湾线上跟实体的课程，然后也在北美也线上课程，东南亚下个月我们开始也有线上的课程。那我就发现其实在推动的时候很大的挑战是，大家一想到这个读圣经它不陌生，门徒训练大概也都听过，但要把这两个放在一起，其实会有一种是怎样做，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它会长成怎样，这样。好，那长成怎样最容易被对应出来的是我们的教会生活，因为在今天我们的教会生活的主要的宗教经验来源里是很少在鼓励我们做这件事情，鼓励我们用圣经来做门徒训练这件事情。那我就试着把我们曾经谈过的士师记跟我们现在在做的路德记把它放在一起。那如果从教会的角度来看，好，我们也很快的在谈士师记的时候，我一定有略谈过它的历史书的脉络约书亚记。好，那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们曾经在说约书亚的时候说，约书亚它其实不是一个约书亚记，不是约书亚这个主人翁的故事。好，约书亚记的意思，约书亚这三个字中文在希伯来文就是一个词，叫做耶和华拯救。好，耶和华拯救，耶和华拯救的意思就是约书亚。换句话说，约书亚记他的故事叫做耶和华拯救记。那如果耶和华拯救记是整个历史书的第一卷，因为摩西五经紧接着就接耶和华拯救记，他的意思是说，拜托请你要用耶和华怎么拯救以色列人来理解什么叫做历史。那我们也就在耶和华拯救记的眼光里面来看，我们之前用几个月的时间谈过士师记。如果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代又一代的长老，一任又一任的牧师，如果我们看的都是一任又一任的总统，我们没有看到圣经要 format 我们，要塑造我们的历史观。圣经要塑造我们的历史观是，你能不能够超越这些啊，进来进去到都进到这些两个烂苹果三个烂苹果，台北市的三颗苹果我们要选哪一颗，好，两颗男苹果一颗女苹果，这样好，我们要选什么，我们已经会超越这个选择障碍或焦虑，我们乃是会用耶和华怎么施行他的拯救在我所生活的城市。当我们把这件事情放在士师跟路德同样是历史书的脉络，以教会生活的语法来看，你会看到很有趣的是，士师记是以色列人要努力去打外邦人，你会看到士师记是以色列人要努力去打外邦人，那大概就是教会要认真传福音，而路德记提供了另外一个路径，叫做外邦人进到以色列，它刚好是一个对反的趣味。好，士师记要一直打打打打，凡你所打的都是你的，他就美国大西部的年代，有没有？好，美国大西部的年代，你就卡被卡被卡被卡到家，占地为王，你就 call 圈起来去逮到你，只要
把人没给那块地圈起来就是你的、啊、当然地都是原住民的，所以你就要杀原住民、啊、所以美国就要当时候大西部时代就要杀很多、啊、这些、什么安人印第安人 OK、啊、要杀那些原住民抢他们的地、啊、四世纪的故事就是这样，以色列要攻打外邦人，而路德记的故事就是把外邦人带进到以色列里面。以教会生活的实况而言，我们会看到什么？我们会看到一个是用布道会的语法来扩张教会的领地，就是、哦、我们要一直办布道会办布道会办吗，这是一个好的路径。那另外一个路径呢，则是让教会跟社区无缝接轨，就是让他们可以很自然的走进到我们当中。它不是哪一个对哪一个不对，哪个都很好，有四世纪的语法，也有路德记的语法，有我们走进他们当中的语法，也有他们走进我们当中的语法。有趣的是，当他们走进我们当中之后，他们看到什么？路德就是一个典型的他们走到我们当中的故事。而路德记作为第二章，他走到我们当中，那都要来告回人路德都有他人生的故事，因为第一章他的人生发生了一些事，那是我们不知道的。总之呢，就是有一个人跑来教会，他一定有故事才会来的。没事都不用去庙里了，走去西方的庙里，表示说那种一个已经是、病得很重了，到东方的中国的台湾的庙没有用，才会到西方庙。好，所以来到我们当中的大概都是有故事的人。好，那这些有故事的人如何经历到，如何认识到波阿斯，如何经历到福音，对他们来说什么是基督教的福音呢？没想到对我们来说福音哦，福音就是信耶稣受洗。可是有趣的是路德哈，路德他其实在信耶稣受洗这个逻辑对应上，他好像不是先被要求信耶稣跟受洗，对吧？路德没有先要求要入以色列或犹太的籍，他就是在田间拾取麦穗。请注意，在田间拾取麦穗的这个传统是整个希伯来民族从摩西五经一路走下来要照顾鳏寡孤独一个重要的文化。他作为一个边缘到不能在边缘的弱小女性，没有人在意他有没有符合资格，因为福音跟恩典是不讨论资格的，是不讨论资格的。可是你想想看，以我们今天的教会生活，一个不认识福音的人来到我们当中，他会遇到哪一些跟资格有关的事？然后我们又该如何让他经历到福音是可以没有这些资格的限制？好，我们给大家下课休息五分钟，好，我们之后再回来继续。好， OK。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真的要当引导者这件事情，或是当一个 mentor 这件事情很不容易哈。怎么说呢，这是如果我们这里面孩子最大的是谁？是算景春兄吗？谁的孩子年纪最大？应该是景春兄。如果我们再跟景春兄说，哎，如果现在请你回到你孩子刚出生，再当一次这种奶爸包尿布这样，你不要？哎，就跳嘛，你知道？哦，哎，半暝你哈啊起来啊，你好，就是哎走过的，迈过来啊，哈，好不容易把囡仔做大呐，哈，啊，即嘛，哪讲没有阿公？嘿，上好就是恁家己吼，迈过个带奶之后，阿公阿妈带，哈。大家已经都希望有一个独立的空间。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你知道你在教会里面啊，刚信耶稣的时候，你还会有热情，但是
带人家说来来来哦，弘毅啊，你没有 信过耶稣、哦啊、我有热心这样带你啊，俊佑我带你一下。当我当基督徒当了十年，我还要这样装可爱啊，这样哎呀许弟兄啊、哦、来给你介绍耶稣，就痛耶。因为我们在教会开始登记了，你知道开始做基督啊，开始做丁乐，但开始有很多很多要忙的要开的会，我要这笔够时间就在陪笑啊，因为要带人成为门徒这件事情，其实是像当爸爸妈妈一样，好把屎把尿很烦，半暝就是吼啊，我什么失恋呐、啊、吼，啊无就是阮囝呐，无阮翁啊呐吼，有很多啊这种让我们觉得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事，更不要说。如果我们的人生走过像拿俄米一样的人生，你觉得你还有心力再去带人什么做耶稣的门徒？因为太浪漫了，这种句子都太不食人间烟火了。看看拿俄米，他的人生有疲惫，他的人生有失望，肯定有苦读啊。一共你不要再叫我拿俄米了，对不对？要叫我马拉，好，就是不要再叫我那个好甜了，小甜甜，好，我是小苦苦这样。好，他的心关起来了。从我们的角度，我们会说，一个人的人生充满了苦读，你凭什么门训路德？你的人生已经很辛苦啊。好，如果我们的生命健康，你说健康的人去带另外一个生病的人，这样 OK 啊？啊，圣经不是有一句话吗？说瞎子领瞎子，有没有？哈。就两个人都跌倒了，掉到黑暗里了。当我们这样应用的时候，我们就找到101个理由，我们不用门徒训练了。为什么？因为耶稣说，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嘛，康健的人不需要。只要要门训的，要我们去门训别人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啊，我是有病的人，我有病逝感。当个基督徒就要病逝感，我是蒙恩的罪人。所以呢，瞎子领瞎子掉到黑暗里，那罪人领罪人也是不行的。那这样就一辈子都不用门训了，因为我们永远都在施工中。我们看看这个施工中的拿俄米，你的生命都不健康了、啊、很多苦读，也没有去看心理咨商，也没有什么家庭医师、哎、吃什么镇定剂都没有，人生就是整天以泪洗面，然后每天可能路德回去就是很心惊胆跳，不知道拿俄米有没有不想活下去的意念，或者是很痛苦的人，你也没法代替他走他的痛苦，很多的安慰都多余的，不知道怎么说。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拿俄米他怎么可能门徒训练呢？20节我们看到第一章，拿俄米就说不要叫我拿俄米。好，那他说他的人生是满满的，本来现在则是空空的。然后他有一个解释，他说为什么我的人生从满到空？他不说他自己投资失利的问题，怪自己，他是怪上帝。他说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然后呢，他又定耶和华第二个罪，就是他使我空空回来，然后他又降祸于我，他把灾祸降在我的身上。这是拿俄米理解他的人生，我的人生为什么这么惨这么惨？因为一切都是上帝你搞出来的，一切都是上帝你搞出来的、啊、对他而言那东西兄弟不出来。然后呢，他的心情就是全能者使我受苦。在这个非常短的几句话里面，他已经把罪都栽在上帝的身上，然后我们的上帝呢也没有去找律师来替他辩护，说人我台的你自己在自由意志的时候你有没有跟我问、啊、你自己做决定之后你怪我，上帝都没有出声。上帝的幽默在第二章第一节，我们刚刚开始讲说，当第一章结束的时候以拿俄米的苦读做结束，第二章的一开始以耶和华的恩典做开场。而耶和华的恩典又很间接，他又会藏着没有让拿俄米在第一时间，因为第一时间是路德在第一时间，拿俄米在家里面。然后耶和华在第二章透过波阿斯跟仆人的对话出现了，
啊，透过以耶和华之名彼此请安出现的。所以上帝永远都没有用苦读的又说用审判的方式处理人的苦读。你看到在路德记的第一章到第二章的变化，当我们埋怨上帝有我们的角度，可是上帝就这样默默的承受，是因为拿俄米你不知道接下来的故事要怎么发展。对拿俄米来说，我的现在跟我从现在往回头看，我觉得的人生都安尼啊，不够啥，不够其他的可能性啊。对拿俄米来说，因为人生到一个坎站，对年轻人而言，他的 possibility 是在未来，但对年长者来说，他的未来是比他的过去还要短少的。那也因此，他能够体会的人生，就是只能从过去来告诉自己说，我是一个有价值的，还是我老啊不好啊？那拿俄米就认为说，我老啊不好啊，因为要花好我安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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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说他说的没道理，因为他说的人生的痛苦都是真的。我们从刚刚这样一路这样跟着拿俄米走，他真的太苦了。上帝就允许我们在这个受苦中可以表露我们的心情。坦白说，拿俄米在旧约里面是一个女版的约伯，是一个女版的约伯。仔细想想，拿俄米到底做错了什么？拿俄米到底做错了什么？拿俄米其实没有错了什么。那个年代的女性，她要做的决定都是她翁在做的，不是她在做的。她没有资格做决定，是她翁在做决定。她很衰啊，她嫁嫁就是说嫁不到人，她翁这样做决定，没办法，所以她就只好照单全收啊。所以你在她的生命的旅程里面，如果你仔细看第一章，拿俄米说出来的第一句话，剧本圣经给她的第一个台词是什么？圣经给拿俄米的第一个台词是什么？还记得吗？是叫他的女儿回家去吧，我不可能再生一个，我不可能再生出来给你这安安啊。所以拿俄米说出来的第一句话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婆婆，你懂我意思吗？她是替她两个媳妇着想的，为他们台阶下，就让你们离开，不要觉得罪疚，觉得说对不起我这个老人家。好，意思是一个很好的大家，对吧？好，我们讲的不是大家嘛，大家嘛，好。她是一个很好的婆婆。圣经里面没有给拿俄米在第一章许多负面的描述，可是她的人生遭遇是负面的。她的人生遭遇是负面的。我比较习惯用女性的约伯来理解拿俄米生命的故事。而约伯和路德记，我们要说是一个中国，这两个表述这样吧，哈，一国，就到底是怎样呢？哈，到底所谓的一个中国，哈，就是这一期的商周也写了一篇挺有趣的，就是把因为那个一个中国这个 term 出来刚好满五十年嘛，哈，那篇文章就在处理这个五十这个一个中国的表述的三个核心句子，哈。那第三个句子其实是欧美国家没有阿门的，只是知悉而已啦。前两个句子是他们同意的，第三个句子就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这个句子。那一个苦难这件事情，苦难不管对大人小孩男性女性，那苦就是苦，主观的苦，它就是这样。所以约伯记有约伯记的苦难，在诗歌智慧书的脉络有约伯记，在历史书的脉络有路德记。坦白说，历史书不会只有路德记很苦啦，士师记百姓也很苦。好，那么在这两个不同的苦难叙事里面，约伯记的盼望在最终四十一章，那个约伯说啊，我过去曾经风闻有你，对不对？如今亲眼看见你。好，这是约伯给自己的人生一个结论。而这个结论的精彩之处是在于他亲眼见到上帝。请注意，在这里是完全没有解释约伯之前对上帝有一堆的提问，上帝的答案让约伯满意没有。好，约伯在整个约伯记的过程问了很多问题，
特别是跟上帝会遇之前，他的问题问到了高峰，然后紧接着上帝出现了。上帝出现呢，就问约伯更多问题。好，他可能问约伯有关台湾的国宝鱼叫什么鱼？樱花钩吻鲑如何富裕？这样好，会问约伯说：“请问鲑鱼每一年都会回去他的故乡产卵是吗？哈，就是鲑鱼回他的原因是什么？”他就问约伯很多 Discovery 跟 National Geography 会有的内容啊。约伯说：“哇，我在看电视啊，我哪知啊？好，我还没有上生命科学啊，也不知啊。”上帝就问约伯很多自然常识、地球科学的东西。约伯压根的没有受过现代教育，无法回答。但是就在那一刻，约伯好像得到了所有问题的答案了，因为他跟上帝登头对面啊。约伯带着他人生的问题来到上帝的面前，幽默的上帝则用了更多的问题来问约伯。你说哦，搞老半天就是负负得正就对了。好，两边都把问题拿来，但你发现关键就在于位格的会遇。约伯来到上帝的面前，上帝也来到约伯的面前。是这样的一个会遇，让约伯记有一个很重要的神学火花。路德记呢？路德记的 ending 在第四章，你会看到当拿俄米的怀中抱着谁？俄贝德，对不对？因为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这是一个亲眼见证下一代，成了路德记里面一个非常特别的亮光。还记得第一章拿俄米说我是空空的出去嘛，啊，不，满满的出去，空空的回来。现在第四章给你手中抱一个，你不会说空空的了。好，你的手中有了，有了一个。好，所以第四章就说拿俄米有孩子了，就是他抱着一个再一次的拥有。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都会经历过非常多的失落，因为我们曾经期待很多，我们可能曾经期待这个团契，可能曾经期待这个长老，可能曾经期待那个牧师，可能曾经期待这个教会增长的方式。可是人会移动，方法会更迭，一代又一代各自不同，我们真正见证到让那个盼望得以贴近天父心意的到底是什么。这个是约伯记一直到路德记帮助我们不断的调教那个焦点。约伯记帮助我们把焦点放在上帝的身上，而路德记则邀请我们把焦点放在上帝应许我们都会有 next generation， 而那个下一代，请注意，按照拿俄米手中所抱着那一个，请问跟拿俄米有关系吗？其实是一整个没关系的。好，因为路德不是他的女儿啊，不是他生出来的那个女儿，是别人的女儿，而且现在路德也不是所谓的他的媳妇，因为儿子死了。然后波阿斯是跟他老公有亲戚关系，跟他也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如果就血缘的角度，不可能拿俄米现在抱的跟他有关系。可是拿俄米抱的之所以跟他有关系，是在应许里有关系。换句话说，我们今天在教会生活里，其实我们会看到那个真正的盼望在于我们所带的下一代的门徒，是这件事情会让我们看见他才是我们信仰生活里面真正该盼望的事。不是今年的圣诞节事工会不会很精彩，不是今年的布道会会做到什么，这些东西都是一个过程，他也没有去到我带着一个上帝所要我培育的门徒。坦白说，不论是约伯记或路德记，都没有一个完美的结局，都没有完美的结局的。因为约伯记，我儿子前一阵来跟我讨论，他就觉得约伯记真的很好，很不，他就觉得很不公平。我忘记他的形容词是什么，就因为约伯有十个孩子嘛，好，然后都死掉了，有没有？好，然后后面又生回来了。问题是又生回来了这件事情，没有一个孩子是生得回来的嘛。好，那每一个孩子都是新的、独立的，死掉就是死掉了。好，所以这种
痛苦的过程是没有办法用新的欢笑来掩盖或抵消旧的痛苦。更何况那些孩子不是一出生就死，是长大成人了，而且各自都在负责不同的事业体。好，那死掉这样，那个是一个很大的痛苦。所以约伯记的痛苦是没有办法被抹灭的，但约伯让我们看到，因为有一位同行的上帝。当我们说如果路德记是一个女版的、这个拿俄米是女版的约伯，那么约伯记里面你会看到它会是一种群体哀歌的形式，向我们展现到底圣经怎么样来安顿许多在苦难中的人。你发现约伯记里面真正的苦难其实不是只发生在第一章跟第二章。第一章苦难的焦点是人死了，财产没了。第二章苦难的焦点是约伯病得很重，从头到脚，然后他太太在旁边一直这样说，你离弃上帝吧，你看拜兄弟也不好。可是约伯记的痛苦如果只是这样子就结束那也就算了，我觉得最痛苦是第三章一路一直走，就是他三个朋友啊，好，一直在那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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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那他们会一直要帮约伯去找到问题的原因，你的人生为什么会遇到这个，就事出必有因，大家都在找原因，都在找原因，是因为他们所有人都不相信你的人生在这么惨还会有上帝。对他们来说，油是油，水是水，油跟水就不能融在一起嘛。好，就是你滴油在水上啊，君佑，为什么油会浮在上面？是因为为什么油比较轻？是因为比重是吧？是吗？好，它的密度是吗？还是什么 ？OK， 不同嘛。好，所以它是那个学 AI 是不用学这个的。好，就是哎，你会发现圣洁跟邪恶，或苦难跟上帝是不共融，这两个东西是不给放在一起。所以约伯的三个朋友一共 OK， 你磕不着呆呆，还是说、你不磕不着好好，你不着定，还是你的人生遇到这种得了艾滋病这样，或是你的人生得了什么重大的什么事件这样，就等于上帝不在场。可他们没有办法找到别的原因了，就是一定是上帝离弃你了，所以你的人生才会遇到这件事。那这是一个缺乏上帝在场的后设性评论，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想象 God is good， 上帝是良善的，为什么我们的人生会遇到失智，会遇到车祸，会遇到癌症，会遇到各样的冲击。这就是我们常常会拿人生遇到的不如意很自然的来跟上帝 argue， Why me？ 就是为什么，或者是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发生，这样一定是对错的问题。很多年前这部电影出来的，小说出来，电影出来的时候，我们是整个教会包场看电影，把它当布道会办，就是包那个整个电影院这样、中文叫小屋啊，好，中文翻译叫小屋。好，那作者呢，他是一个从小被父亲性侵的一个孩子，然后在这些长大的过程当中，人生遇到很多的悲惨的事情。 OK， 好，那在这么多痛苦的过程里面，他最终写成了这本小说。那小说的过程其实在讲挺有趣的，因为很多人的时候在处理的时候是想说，哎，怎么用一个黑人女性来代表上帝，这样就是会不会写得太过火了一点。而且你会看到圣父圣子圣灵，他找的演员都找得挺不错的，就是还蛮能够诠释的。就是谁是圣灵啊？哎，有看过这部电影吗？还是做这个剧照、就是圣灵是那个最左边的，哎，对，是 最右边的那个女生这样。好，啊，谁是耶稣？最左边那个，好，留胡子的那个木匠是耶稣。他很妙，他还跟耶稣两个人在湖面上跑步这样，就是他蛮多。然后那个黑人的女性是上帝。好，
他颠覆了很多我们对于三一上帝的想象。那我们今天不处理这部作品里面在神学上要讨论的东西，但是呢，如果我们看到不管是那个作者他写的这本书其实是非常洛阳纸贵一时畅销了，本来写这个小说没人要帮他出版。好，每个人应该说这些好的作品不管是小说或电影，它都源自于剧作家作者一个很深刻的人生旅程。就像是约伯记为什么常常让我们一遇到困难就立刻想到他，因为他的人生有了非常多真实的困局，而且这些真实的困局他周围的人都像在拼拼图的，拼500块、3000块、10000块拼图，这样有到底有几块的拼图，他们尝试把约伯的人生拼凑起来。那拼凑起来呢，约伯人生的主题是什么？我们要怎么样为他的人生下一个标题，说啊，也够熟悉的贡献啊，又别也人生看来家好好玩形象，好给我们看那个灾难剧《铁达尼号》，还是看那个什么，这样就是约伯的人生好苦哦，失去了这么多，而他的人生的主题到底是什么？说实在的，如果我要邀请大家为自己的人生下一个主题，你会定一个什么样的主题？说 This is my life， 我的人生是这个故事，一定没有标准答案。我们自己跟自己下的，跟我们的家人为我们下的，跟我们家人为我们下的主题可以在哪里看到？就是告别式的时候故人略历不是会写吗？好，那个你的主题会是什么？哈，你会自己，你是国文老师哎，你一定会下很棒的主题。你的主题是什么？你们有先想好，等下红衣帮你想，想你不喜欢的。表明上帝的主权 ，OK， 景春兄，你的主题是表明上帝的主权 ，OK。我们需要想一下这件事情。许哥，你的主题会是什么？不是你的人生的主题，还没走完呢、啊。没有，台硕是我的，没有。好，你的主题是什么？这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想一个主题啊，就是我的人生的主题是什么啊？哈，要想一下哎，因为别人帮我们想，当然，可是别人帮我们想哈。我们已经没有办法说哎，不是了，你知道吗？就已经他在帮我们写了，我们都走了啊，他在帮我们写了、啊、所以景春兄说 他的主题会是上帝是那个，你在想约伯，我在说你的啦，你在想你自己的啦，人家替我们自己开始想。我以前在牧会的时候啊，我讲到我忘记讲到传道书还是讲到约伯记的时候，那一场因为我讲约伯记，我记得我是连讲一个月，所以好几个礼拜，可能我不是在约伯记的，我是在传道书设计的。我那事情讲到传道书的某一讲，那一天就是我的那个那叫生前告别式。OK， 所以弟兄姐妹门口一进来就看到我大大张的黑白照片，啊，我会就顾不来这里摆，你知道？忽然看到，哎呦，在前面耗出来，你知道？不输那气啊，你啊，吼，可我看到几个礼拜无看到伊，啊，就随问迄个书，迄个交代，就是讲是安那是车祸吗？吼。无，你若讲破病，可能爱拖一段时间咯。哇，安尼就去啊，你啊，加40几岁安尼哦。就是我因爸爸妈妈，我们彼得伯叔因诶，他们就干高兴咩哦。就是好，但因为没有跟弟兄姐妹啊，这周报都设计成是故人，就是那个程序单嘛，告别式的程序单这样。哦，那我就玩很大，只能玩自己玩很大，玩别人不可以玩太大这样。然后讲到的时候，我都一直没有坐在台上，所以他们不会看到我。然后讲到了一开始我是在那个墓的后面先讲一下，再走出来这样。好 OK， 一副好像先 播那个录音带的样子。好，其实我在鼓励弟兄姐妹说，我们会需要在亚各瓦德西亚，我们自己想到底我们这一生这么短的一生啊，我们因为你回过头去看，你尝试要意义化嘛，
完形心理学在告诉你，你尝试要找出它的一个完整的那个概念，可是那个完整的概念是什么？是开放的还是是封闭的？它是既开放又封闭。许哥说人生还没走完，是，可是人生还没有走完，也因此是后面这一段在决定我前面那一段吗？好，我们当然不知道后面那一段，如果许哥要活到120岁，我爸级这样子，但许哥现在有没有过一半？许哥现在有过一半 OK， 所以我们可以说后面的应该不会比前面的更长。如果后面比前面更长，你会很孤单，因为很多你的朋友都走了，对吗？好，就是如果你活到130岁的时候，很多的朋友都在跟上帝喝咖啡了，我们就很孤单。那我们好像觉得我们的人生是要有还没有再打开了那刮刮乐，好，那个赌徒要一直刮，把最后的钱再买掉，刮再刮，总会中，总会中，总会中，这样子。因为它的意义不在于过去那些共估的，他觉得他的意义在于还没有开出来的头奖，你知道为什么？就是还有那个还没有的，还没有的，我期待我可以，可是到底还会刮出什么呢？约伯的人生还能刮出什么？而我们需要为自己的人生，在阅读圣经的每一段旅程，都是在提醒我们说：嘿，我们预备好了吗？那个主题会是什么呢？这两个是什么图？看不到其实。然后如果我们把它拉大一点，大家才会看到说，哦，原来它是一个大的图画里面的两个小部件。我们在看一幅油画也一样，你没有办法站得很近贴着那个画，你一定要站有一点距离才能够看到一个 whole picture。 难就难在我们是站在自己的人生里面，我们看不到全貌。好，我们说当局者迷，我们站在自己的人生里面，我们看不到全貌。但是圣经就给了我们一个全观的示范，就是说，是的，我们在自己的人生里面，我们看到的大概都会像是第一章的拿俄米说，我没有考到第一志愿，唉，或我怎么样，我的人生不在一个最理想版本的状态。但是什么是理想版？也不过就是一个社会化的历程里面提供的一种主流的价值系统。圣经提供我们一个永恒的价值，而我们如何从圣经来看那一整个图画？我特别喜欢用约伯来和路德记对话，是因为我们刚刚讲了拿俄米作为一个女性的约伯，她的生命很苦很苦，一如男约伯一样。而到底约伯记拼图的目的是什么？这是一段约伯记上帝跟撒旦谈话的开始。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请注意这三个好标章是上帝帮他贴上去的，好，什么 CIS 冷冻肉品标章，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没有人比他更好了啦，没有人比约伯更好了。好，你不说没事情嘛，你说就都全事情。所以撒旦就回答耶和华说：啊，约伯敬畏你怎么可能没恩没果，一定是有原因的嘛，因为你做车他做15嘛，你岂不是四面围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渐渐增多，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他一定离开你的。约伯记的拼图其实是让所有在人生实况当中，一如我们在看路德记，我们觉得拿俄米很苦是同一个逻辑，因为失去所以很苦。好，因为他的先生没了，孩子没了，财产没了，大家对他的尊重也没了，全部都没了，一无所有，到底还剩什么？约伯一无所有，他的朋友就开始每个人出来了，就为他的人生开始说你的主题是什么。而当拿俄米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上帝很怜悯拿俄米。你没有在路德记里面看到这些三姑六婆说了一大堆东西，没有记录，你记录的是恩典的对话。
这个是上帝给拿阿米非常特别的温柔，给他的恩典，或许有在他的实况里面，可是圣经却没有留下这些其他的你一言我一语。好，上帝跟撒旦之间的谈话是在帮助我们理清楚约伯人生的主题，告别式的时候该怎么写。我刚刚问大家，你告别式的时候怎么为你的人生下主题？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们在谈士师记的时候，我们说如果能够为亚比米勒、为基甸这些人物，他的墓志铭上要写什么，我们可能会替他们写一些什么。可是为自己呢？我们为自己要写什么？撒旦说，他的人生会这样，会那么装可爱，是因为你爱他，所以他装可爱。没你再试看看，你把这一些都拿走，他不会再装可爱了。好，我们对于人生是什么，撒旦的答案就是这个世界对我们的看法。世界对我们看法是成功或失败，他们有很多的指标，譬如说我们在成语上会说五子登科，对不对？好，是哪五子？什么车子、房子、妻子、儿子啊，金子，对。好，就是你的人生要有这些嘛。好，五子登科就是哇，我的人生好该有的都有了，这样子。好，当所有的都没了，他的金子、他的事业都没了，儿子也都死了，房子、车子 都只剩下他在旁边一直嘲笑他的妻子。所以对约伯来说，他的人生真的是很苦。好，你从上帝跟撒旦的谈话以及约伯在上帝面前的谈话，我们怎么拼凑出约伯记的主题？上帝跟撒旦的谈话其实真正关键在 argue 一件事。撒旦不认为这个世界存在着一种无条件的关系， unconditional 无条件，因为人跟神之间一定是一种对价关系的。如果你的人生得癌症，你的人生车祸，你的人生很倒霉烂透了，你还是基督徒，没这种事的啦。啊，撒旦的意思是说没这种事的，你把所有的都拿走，他就走了啊，就没了。但上帝说没你试看看，赌看看啊。他跟撒旦赌一把，我跟约伯的感情是无条件的，没有中介物的，你把中介物都拿走。所以上帝跟撒旦说，你除了他的命不可以动之外，哈，所有的都可以在这个台面上说哈，都可以当成是赌资就赌掉了，你把这些都拿走，让他一无所有。我相信我跟他之间是有一种 unconditional 无条件的关系。撒旦说自己没这种事情。所以你看到最后我们印象很深刻的是约伯，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以前约伯 argue 的在时间里面，他被他的朋友们影响，一直在那阿丽娜阿丽娜的你的人生一定做错什么，所以才会失去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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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出必有因。而约伯最终找到原因了，原因不是他做错什么，原因那个因不在于解释时间里面发生的事，那个原因是决定了我活着的意义。原来上帝决定我活着的意义，不是我的学位，不是我的收入，不是我的社会地位，不是我的健康，不是这些决定我这个人有没有意义，不是这些决定了我有没有价值，不是，都不是这些，是单单只有上帝。但你知道讲出这一句话的人，他必须得是没有这些。 你要懂我的意思。好，比如说如果巴菲特，好，或者是全世界最有钱的现在是谁啊？忘记了。好，前几名换来换去，他就说，不要说最有钱的，每次都考全校第一名的学霸，好，就是成绩不是最重要，成绩没什么，你一定会觉得那是在说什么，你第一名在说这些成绩不重要，你怎么可能第一名？好，最有钱的人跟你说钱不重要，你说那是你有了全部，你在跟我说钱不重要。可是当约伯什么都没了，
所以这里的约伯跟第一章的约伯，他还可以是约伯吗？约伯记在问这个问题。过去他的朋友们对约伯的认识是带着非常多的条件，哎，你的孩子就有好的，好，你的媳妇就有好的，啊，你现在好买主就有眼光的，三十年后已经哈增值到今嘛安尼啊，哈，哈，早当当时哈，中校当路家拢是丢啊的时哈，啊，都买啊，啊，今嘛安那，就是我们好像可以用一个结果来评估到底价值在哪里。但约伯记是说都没了，哎，投资也都失利了，然后我在病床上，而且医生也，我在安宁病房，然后医生也就是说很抱歉，好，就是差不多是这样。我们怎么样来看这一生？约伯记是说呀，我从前风闻有你，我现在亲眼看见你，原来决定我生命的价值，第一不是我有什么，第二也不是我的朋友们决定我怎么样，其实只是上帝，也就是说用 Martin Buber 的角度来看是 I and thou， 就是我跟你啊。 Martin Buber 是一个犹太的神学家，好，就是整个神学或信仰的含义在我跟上帝，我跟上帝 I and thou， 我跟上帝之间来做一个最核心的定义，不再是别的。当约伯记为我们拼凑出这个图画，我们回过头来看拿俄米的人生或我们的人生，我们大概也会需要学习从左边这边哈，慢慢的想，当所有都失去的时候，我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而且透过这个关系来决定我的身份。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生之久的练习，不然如果这个事情很简单，圣经用一卷书就讲完了，圣经用了66卷书，用了好多不同的题材，不同的人物如何被上帝门训来告诉我们这个故事或这个真理。原来我们这一生中不是被我们所拥有的来决定我们的价值。约伯记是一个失去最终看清楚有什么的故事，一如路德记也是一样，第一章给我们看到了非常多的失去失去失去，而最终拿俄米还能有什么。你发现拿俄米没有办法让自己再嫁，因为她年纪已经很年长，能够再嫁的故事是路德的故事。所以就所有的 possibility 来说，拿俄米是一个最没有可能性的人了，可是上帝却把可能性量给拿俄米，说有，有故事，而这个东西叫做福音，是不在人的条件上，当我们什么条件都没了，我们依然可以拥有那个不会失去的上帝。也正是在这里，我今天可能只能先停在这一张图哈。诗篇里面有非常多的题材，其中有一种题材呢叫做哀歌，有一种题材叫哀歌。那哀歌的存在本身是一个非常美的事情，当然就当事者来说是很苦的事，而哀歌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恩典。怎么说？以前我们读书的时候会读过那个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这是谁讲？孟子。对，好。所以我们会觉得我的人生遇到这些，为了就是要当中华民国的总统，为了要做教会的牧师，为了要做公司的董事长，所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当我们的人生遇到倒霉的事情，为了合理化我这个人为什么遇到倒霉的事，我们必须要神圣化或美化它，你必须要美化它，因为事出必有因，那个因呢都是为我的好处啊，为我的好处，所以我必须要打断牙齿或血吞，这是一种美化逻辑。而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苦读逻辑的，就是说我告诉他们啊，上帝死了，没上帝了，我们教的那些兄弟姐妹都没听心了，是不是？就是我要到另外一个极端，要么我苦读，我的心里面充满了恨，对人不信任，埋怨，苦读。另外一个是美化，是我没有错、这个上帝很爱我、所以呢，我有一天要成为 somebody， 我才遇到这些事。哀歌其实是一个最人性的记号，它让人在痛苦中能够用，所以
他 很痛苦啊。他是诗人，然后诗篇150篇基本上是被编纂，都编纂不是杜造的意思，是那个顺序是被有神学目的的排列的。所以这150篇里面第一篇没有问题，好，第一篇呢叫做不是说诗篇有问题，而是说第一篇没有疑义，它就是一个开门见山说不从什么什么什么，不从什么什么，不从什么什么。然后呢，昼夜思想耶和华律法的这些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收成。就你要看到他的是一个开宗明义的，比较像箴言的诗篇。然后第二篇的诗篇呢，是比较是弥赛亚的诗篇。啊，那为什么会排到第三篇呢？这是一首哀歌，这是一首哀歌。其实这就是我们人生当中很多时候会遇到真实的处境。哀歌为我们的人生有了一个旋律，让我们能够为许多不顺利的日常发出声音，在上帝的面前我们也不会觉得哎呦情何以堪。原来我们不是那唯一一个做错事会嗨的人。大卫的人生其实他做错很多事啊，在亚撒龙的故事里面，好，我们今天不是在讲这件事情，但是他做错很多事所以带来这个结果。好，但是即便是这样，圣经都记录了罪有应得的大卫还能够向上帝唱歌，而且他唱的歌还成为圣经的内容，更不要说拿俄米他做错什么。那在诗篇的第三篇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哀歌是为历世历代的圣徒，当我们觉得有拿俄米的经历，觉得说哎，好像我们也一时片刻想不出到底我做错什么，但我人生会遇到这样的光景，我们是可以像拿俄米在第一章最后的表达一样说，这都是上帝让我弄成这样子，只是拿俄米 没有读过这个拉比学校，或者是他不会把他的东西编成歌这样。这就是拿俄米的哀歌啊。拿俄米说我的人生都是上帝搞我变成这样，没有关系，你可以这样埋怨上帝，然后他还被记录下来变圣经。上帝从头到尾也没有跟拿俄米圣下，就乱讲话，你自己做的决定都乱我，没有。上帝从头到尾没有跟拿俄米跟圣下说你是在乱祈祷什么，没有。但我们能不能接受，不要说接受别人，是能不能够接受你自己，可以跟上帝无赖的发怨言。很理性的我们是不会这样做的，很理性的我们会做的事是不祷告，是我们赌气不然不理你，好，是我们心情很差，差到我们其实是不想要跟上帝来攻击我心上，或者我们心情很差我们就投入教会的事工就对，认真服侍神就忘记痛苦。可是这种逃避是圣经所不喜悦看到的，他宁愿我们跟上帝大小声跟他讲哀歌都好过我们用宗教的活动来逃避。我们可以跟上帝生气的，我们可以跟上帝，就是是路德记的第一章让我们看到拿俄米是这么毫无保留的乱讲话，但是上帝没有压起来天打雷劈让拿俄米讲完话之后就死在当场。我有一次我在祷告，跟我的这个神学院的这个属灵同伴在祷告，然后因为我遇到了一件很不爽的事，然后呢这个很不爽的事呢是别人讲我坏话，然后我很不爽，我祷告啊祷告，但是呢祷告到后面还是说哎神啊你有你的美意啊什么之类的，这样讲完讲，然后那个属灵同伴就跟我说哦这你他最后没有阿门嘛，我就跟着啊你怎么没有阿门，他说信德我觉得你在祷告哦，你是因为你刚刚不是跟我埋怨这些事情吗，为什么我对你的祷告里面都没有听到你跟上帝讲这个人的问题，所以你的祷告还蛮属灵的，然后呢你是第一个你是怕我跌倒还是怕上帝跌倒，如果你怕我跌倒你就不会跟我讲一大堆这些事情的你的感受啊，对。可是你跟上帝祷告你好像不会把那些你跟我讲的生气的事情有没有把它讲出来，好，因为总觉得祷告嘛见皇帝就是要讲一些哈万岁万岁万万岁的话这样，然后或者是要讲那个不要按照我的意思只要按照你的意思，不然团德
祈祷嘛安尼较熟灵啊，吼、哦、啊，甲上帝面前安尼啊，我甲大细声啊，甲上帝阿舅，原来没有见证不荣耀神。在我们的旅程里面，我们常常被驯化为祷告要很赞美、很感恩、很属灵、很敬虔，这当然很重要，这都是神所喜悦的。但是哀歌同样是圣经的启示。路德记的第一章就是用准哀歌的形式让我们看到生命的被剥夺，而一个被剥夺的人是有理由、有充分的理由跟上帝 complain。 好，那我们今天呢就停在这里。那鼓励大家，不知道你有多久没有跟上帝埋怨的啦，好，那不是跟人埋怨，跟人我们常常会埋怨，可是跟上帝埋怨这件事情，就我个人来说，以我跟上帝祷告的内容也是比较少出现，我很少哀歌的。好，所以每次在讲哀歌的时候，我觉得都会是一个提醒，就是我们会需要有一个时间，不是留给漫威这样，或是留给那个 Disney Plus 或是 Netflix， 会需要留给上帝跟他处理一下哀歌。我们一起来祷告。上帝，我们在拿俄米人生的困局当中看见了他真实向你表达内心的痛苦，我们没有办法完完全全明白，因为我们真的不像他那么痛苦，但是主，你却用这样大的痛苦，一如你自己的痛苦一样，让我们看见你实在是那一位聆听哀歌的上帝。你为痛苦者所预备的是我们眼睛未曾看、耳朵未曾听、心也未曾想，但谢谢你为我们预备了圣经，让我们真是可以一次又一次，不论是约伯或拿俄米，我们最终都看见原来你一直一直与他们同行。愿你帮助我们在这一趟信仰的旅程，沿着拿俄米和路德的脚步，我们可以走得更深，是可以去到自己生命里面那真实的难处，也为那一个真实的难处，求你给我们书写哀歌的勇气，让我们可以向你唱出我们生命里面那个不成调的心声，帮助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路德记，将今天以及周末每一个同工弟兄姐妹的服事交托仰望，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今天的聚会到这里。